咁經濟日報嘅推介咧，今日就係31國際631㗎。咁啊，揀選原因係內地建築業務咧嗰個活動指數回升啦，咁啊建築業情復甦嘅跡象。國家發改委近期咧就係敦促專項債嘅發行啦，預料基建投資會加速推進㗎，咁利好咧工程機械需求。咁股份就睇好咧業績支持嘅31國際631㗎。咁受惠機械人業務快速增長啦，三一國際上半年嘅盈利有8.1億人民幣，按年增長約26%。咁彭博預測啦，公司2021至2023年啦，個盈利分別係13.2億、16.8億同埋21億人民幣，複合年增長率咧有26%。三一國際啦，琴日收市就係報甩10.68噶。如果咧10.6不失嘅話咧，可以小注追入，上望12.7，否則咧就睇9.5以下收集，失守8.8咧就要減持噶啦。